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启聪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。这新闻呢，就是这个吉打州的州务大臣萨努西呢，他今天又有一个惊人的宣布啊，他说呢，他们吉打州的这个回教党政府呢，正在考虑着啊，要不要呢全面封杀那些脚底按摩啊、按摩院啊、哔哩吧啦之类的。然后原因是什么？他说呢，这些呢脚底按摩啊、按摩院啊，很多是做一些黄色的勾当。啊，他说呢，为了要确保我们的社会风气呢非常的健康啊，所以他考虑要全面封杀。哇，我看到这个新闻，我就想到，这样也可以啊，连脚底按摩都不放过，太夸张了吧？啊 ，OK，好，我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事情啊，哈。啊，当然我不排除啊，其实很多这种所谓的脚底按摩跟按摩院呢，都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啊，他们真的是有一些黄色勾当在里面，但是啊，你不能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吧？啊，有很多很多脚底按摩跟按摩院是很健康的啊，是完全没有黄色成分的啊。我去过很多间啊，因为呢，我工作上的需要呢，哈，我还是时常会去按摩的，因为呢，大家都知道我做牙医的嘛，哈。我做牙医呢，哈，我时常呢，手痛啊，还有我每天要弯腰转那个颈啊，所以呢，我是时常需要按摩了。但是呢，我有试过几次按摩啦，全身的啦，但是每次去按摩，感觉到我整身的骨头要被拆散这样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我就不喜欢按摩身体的那种了哈。但是我去的都是非常健康的。我来去都是在古来那几间都是健康了哈，一点黄色成分都没有了。然后脚底按摩，我现在我还保留啊，就是脚底按摩啊，因为呢，我们牙医呢做工啊，我们每次要按那个电钻啊，给它转动啊，我们是用脚按的，而我们用脚按啊，尤其是洗牙的时候呢，我们呢要按的那一个是用我们的脚的一部分要按下去啊，所以那个重量呢会侧重一边，所以弄到整个脚啊有点不 balance 啊，所以时常呢会脚会很酸啊，酸痛的那种啊，所以呢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去脚底按摩哈，比较舒服一点啊。以前有去做全身的按摩，但是就说了那个骨头被拆散掉，感觉有点怕了，所以我现在所保有的是脚底按摩。如果你告诉我了哈，有一天啊，整个柔佛啊不可以有脚底按摩的话，哇，我看了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惨的事情了哈。OK，so，我现在我常去的脚底按摩就是去古来 IYI Mall 里面有一个马来人开的啊，我觉得他脚底按摩他按到非常的有力啊，所以我是给他按的哈。买人的非常健康啊，一点黄色成分都没有啊！我也去过好几间，比如讲天鹅湖，还有在叶香亭那排有一个泰国按摩，全部都是很健康的啊。OK，so，这个吉打州州务大臣，他现在呢，他要把所有的这个脚底按摩跟按摩院关到完了啊，就为了要确保不没有这些黄色的勾当啊，这样呢。这个行为呢，简直就是呢，矫枉过正啊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呢，就是斩脚趾避杀虫啊。什么叫斩脚趾避杀虫？就是呢，你的脚啊，你不敢踩在那个沙上，因为呢，有那个沙虫会咬你的脚趾啊。所以呢，你为了避免呢，不要让你的脚趾被沙虫咬了，你就呢一次过把你的脚趾砍到完，这样沙虫就肯定咬不到你脚趾。你的脚趾都砍掉了吗？啊，大概是就是这样哦。啊，到最后他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啊！老实说，像我们这些呢，平时有职业伤害的，我们其实是需要按摩，脚底按摩啊，然后你现在呢，封杀掉这一方面啊，你说合理吗？啊，我现在说的是那些完全健康，一点黄色都没有的啊。OK，so 这个是第一个层面，就是呢。你自己州内的子民啊，连呢享有这个按摩的权利都没有掉了。OK，这是第一点。现在我讲的第二点就是呢，你州内子民以外的人，尤其是游客，
大家都知道呢，你如果平时呢，你是去泰国啊，还是去巴厘岛啊，那些地方旅行啊，尤其是有海边的地方旅行啊，你怎样你都会去找一些按摩嘛，健康的啦，不是黄色的啦，很正常的事情嘛，是不是？像我去普吉岛，我去巴厘岛去旅行的时候，找那个健康的按摩，一定有的嘛，是不是？每个人一定有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按摩跟这个旅游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配套来的，很难分开的OK，然后呢，你现在呢，你这个西塔州州务大臣呢，你就说你要一刀切，全部砍到完，这样哦，你这个州啊，那些旅游胜地的按摩院全部关到完哦，关到完哦。你看一下那个游客来到你西塔州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连按摩院都没有，脚底按摩都没有。你看一下他们下次还要再来吗？然后他们回到去他们的国家，你说他还会介绍他们的朋友过来吗？你可想而知了不要忘记哦，有一个很出名的旅游胜地朗嘎威是属于吉打州哦，如果你吉打州政府你要全面封杀按摩院的话，有本事朗嘎威你封杀到完的，你试一下整个朗嘎威一间按摩院一间脚底按摩都不要存在的话，你看一下他旅客会怎样反应，所以啊，完全颠了，我告诉你，已经颠到完了我都跟你讲了。我莫说旅客怎样想啊，如果我柔佛州啊，有一天所有脚底按摩关到完的话，我要讲我要去马六甲按摩，其实我也是有全身按摩的需求了，只不过是我有点怕了那个全身骨头被拆散掉的感觉，所以我现在只保留这个脚底按摩不了真的平时做工啊，每天踩那个踏板踩到那个脚很酸痛偶尔。隔了2、3个月这样去脚底按摩一下，真的是很爽不会连这么基本的权利都要被剥夺掉吧？击打人真的是可怜哦。好，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